哪里有留爱小轩，你也不是不知呀？哪有自信感觉家己有法度争取到查理的爱啊？我跟查理做伙，查理真有可能永远拢袂爱你，甚至会开始讨厌你，开始怨恨你，这就是你要爱的哦。欸，我一世人永远都无可能跟小轩好啊，因为我无得对你有任何产生对小轩迄份感情。我唔敢有任何的不满，我敢若希望最后一届听到你的声音。海明，你要紧吗？你若是要来忘记暗，我甲查理发生什么代志，事实就是安尼，我无啥物好讲。你唔免阁演戏假可怜，查理有家己的想法，所以就算讲你甲家己送，伊嘛无可能爱。一世人拢无可能。你若是讲安尼咧接白粉哦，后盖看伫你身上的就毋那是水。查理有恋小轩，你也毋是毋知呀？哪有自信感觉家己有法度争取到查理的爱啊？我甲查理做伙，查理真有可能永远拢袂爱你，甚至会开始讨厌你，开始怨恨你，这就是你要爱的哦。恁俩当为了要安抚恁小弟。所以用少峰的鼻来讲讲条件，安尼是唔对的。以为少强伊要追求曹龙的责任啊？曹龙可能伊唔那是背情呀，可能够爱互人乖，只要我会当保伊平安，我愿意安尼做。是嘞，我一世人永远都无可能甲小轩好啊，因为我无得对你有任何产生对小轩迄份感情。我唔敢有任何的不满，我敢若希望最后一届听到你的声音。海明，你要紧吗？你若是要来忘记暗，我甲查理发生什么代志，事实就是安尼，我无啥物好讲。你唔免阁演戏假可怜，查理有家己的想法，所以就算讲你甲家己送，伊嘛无可能爱你，一世人拢无可能。你若是讲安尼咧接白粉哦，后盖看伫你身上的就毋那是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看什么看？快听啊！快啊！